都说 iPhone 是鸡犬王者，拳打天机蛟龙，躲踢华米 OV。但你真的会用 iPhone 吗？大几千的手机只发挥了1%的价值，那些 iPhone 的隐藏实用功能，你又知道几个？图片导入，平常做笔记办公需要插住图片，打开相册挑选导入太麻烦，直接三指捏合，再到需要导入的界面放开三指，看，一秒完成。丢失应急，如果你的 iPhone 不慎丢失，即使在被关机拔掉 SIM 卡的状态下，只要打开设置，点击头像查找我的 iPhone， 打开查找网络，这样就可以定位你的 iPhone。 扫描文件，备忘录里点击加号，选择扫描文件，手机相册即刻会变成扫描仪，快速扫描生成电子档，非常适合居家办公或者是文件临时所用。长截图， iPhone 本身没有长截图，但只要把截图页面链接复制到 Safari 浏览器，再次截图，选择整页即可获得长截图。如果是备忘录截图，整页这里会默认为 A4 纸排版，方便打印，不需要额外安装打印软件。文字提取，打开相机显示检测到的文本设置，可以快速识别提取画面内的文字进行拷贝，同时可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。同理，相册内的文字也可以被提取拷贝，方便快捷。你们还知道 iPhone 的哪些宝藏功能？分享一下。